想要分享的是 Tomica 长型汽车，编号131的，哎呦超紧的，三菱运输车，然后就打开给大家看。一开始它上面的小汽车是可以拿下来，这边有个纸盒，车头是可以动的。然后本来一开始看图的时候，与它的那个三菱汽车是可以，上面的那个黑色轿车是可以拿下来的，但没想到它是只有这个头的部分是可以动的，下面是这样。然后是2008的车子啊，后面车底这样，这个也不能拿下来。然后这个车头部分这个可以拿下来，车尾的部分可以直接放着啊。然后车头的部分这样，上面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，上面。然后后面运输栏的部分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。注意看它的盒子跟它的那个配色其实有点差啦，它的上面的颜色其实比较偏米白色，这样看。但实际上它的盒子的颜色是白色的啦，所以有点落差啦。然后这个扣的话是这边有个凹槽，你要用斜扣的方式把它塞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一组的话，好像售价大概都200块到250上下，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自己留意，就是个人收藏，三菱运输车。